阿米，你是谁？嗯，怎么了？热气球有雾。有雾，对。你要看见什么样子？那从这里走。这里吗？这里，这里。刚刚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刚刚你谁？对。刚刚那个等谁的谁？要不？六十中。是个六十中，又有十个，要么물다니면六十中啊，就是一般都是六十中，是哪里？现在我是在元山这个地方，我是打车过来的。错，这边是有这个，出租车的啊，比亚迪，出租车的，哦，也就是说，朝鲜也不是大家想象的中就是一贫如洗啊。朝鲜其实也是人们也是有一些现代化的生活和一些轻微的资本的享受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海边还有这个出租车在这打，或者说这是一个出租司机，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啊，好，走啦。好，走了。走了。没事。哎呀哎呀哎呀，破坏完了，小心下面有鲨鱼吃了你。哇。这里有海带。海带啊。哇，还真是，那些礁石上的那些草就是海带。哎呀，现在我是在这个张德岛的这个小桥上啊，这边钓鱼的大叔很多，你看这边过去的啊，嗨，都是朝鲜本地人啊，本地人，远处传来了悦耳的欢快的这种音乐啊，像一个俱乐部呀。哎，哒哒哒哒哒哒，这不是的。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십니까 식사하셨습니까 现在的五点半呢？五点半还不能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吃饭呢。走吧，还远。那是，哎呦呦。안녕하세요카레요카레요카레요키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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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요아이키키워요키워요와他们在吃海鲜啊对呀他们在吃烧烤你们也想吃吗我们也想吃哎吃这个 OK 耶 OK 这样不像那个很多很多哎呀他们都死了。哭了。哎呀。哎呀你说你就这正常介绍吧。闭嘴。随便说说吧。别麻痹。本来十月份来的时候这边有很多的那个波浪啊。嗯、然后可以吃很多的海鲜对不对对。现在秋冬季节了就水就少一点啊。有啊。其实。朝鲜东海的鱼还有朝鲜西海的鱼、嗯、味道完全不一样完全东海的是特别好吃、嗯、东海特别好吃西海的一般哎呦我还真觉得这边好吃对西海、嗯、东海完全不一样哦、嗯、所以一般找买鱼的时候呢一般的老百姓都找这个东海的、嗯、都说那个吃鱼西海的也可以、嗯、就是比西海东海的鱼好吃都好吃啊都说吃鱼的人聪明吃鱼的人都聪明看来海边的人应该也都聪明一些我喜欢海鲜海鲜啊对啊海鲜多好吃啊特别喜欢海参、嗯、海参、嗯、以后你要去上海也是个靠海的有很多哎海参很贵的是不是对贵啊贵你在这边也贵吗不太清楚反正我喜欢对健康好长寿的长寿的啊嗯哦你看哦我的工作都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总在我的身旁。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浪涌，是我漂流四方。